心理的准备，答应我，一定要给我七公斤。阿妹，有什么代志做你讲？一出来发生代志啊！昨晚派头走入去因家，把因给押走。你讲因为去押走？我话讲到一半，你就这么激动，我是要怎继续讲下去？哪里有什么大事？没有因为让阿嫂更加重要嘞！警官啊！那白卡客户拢掉钱吗？身体的心脏无一定要伤。特别是那个病人急救，情况真无乐观。客户已经不行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走，咱拢来看恁爸。客爸伊即马等你急救，医生按应该给伊便宜，但是急救若无好，还有。给你最好一点。